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双雪济南话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来的人不少啊，哎，大伙儿都爱听相声，是，起满坐满呢、啊，我很欣慰啊，哈哈，您又高兴了，好啊，嗯，说明什么了？说明相声是有生命力的，哎，大伙儿都爱听，大伙儿爱听，嗯，作为演员来说呢，更得下功夫，哎，您得用功啊，大伙儿这么捧咱们，嗯，咱不用功。不合适，对不起大伙儿，对不起大伙儿。嗯，当然了啊，有的朋友今天没来，嗯，看得出来啊，嗯、常来的我都有印象，哦，脑子里都有。嗯，也有几位没来的，哦，没事儿，嗯，不恨您，嗨，恨谈不上，谁没点别的事儿啊？对 对, 对，有事儿忙你的去，哎，打发人把票钱送来，啊。不来还买票啊？人也不来，票也不来，这就不合适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得懂得交朋友，这叫交朋友啊。有的人对我们俩不太熟啊。我叫郭德纲，哎，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，客气。于谦，哎，于老师，哟，别这么说啊，了不起啊！不，我很崇拜你。别，在我心里啊，说实在的啊，好多说相声对我来说不以为然。哦，真的啊，就是跟您说实话啊，是啊，很多相声演员在我心里边啊，嗯，就是一堆屎。于老师不一样，我两堆，我比别人多一堆，不是啊，我就想捧您呢、啊，您这是捧我的吗？说您好啊，好就两堆屎啊。相声大伙儿听的不多啊，但是您演的电视剧大伙儿没少看啊，有演过几个，演过很多电视剧、嗯、没有，也拍过广告，对，最近又接一大活，哎，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，这活也不太露脸，发财了呀啊，以后您得多多的支持我们相声事业，哎呀，您太客气，刨去拍戏回来就得说相声了啊，是是是，常听相声您都知道，嗯，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基本功，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，是，就拿这说来说，嗯，嘴里边得干净，这是功夫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啊，干板剁字，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您得听清楚，不允许贪污任何一个字，是是是，哪怕您坐的剧场最后一排，嗯、每个字儿送到耳朵里，也让您听清楚，平时得练呢，哦、下功夫，是啊，绕口令，哦，报菜名，是地理图，嗯，八扇屏，这都是贯口，夸住宅，哎，对对对，都得练，嗯，小孩学相声先学报菜名，现在学这个，哎呀，我们都下过这功夫啊，嗯，对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。您从小学相声，你得下功夫，你知道吗？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。哎，啊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鱼香肉丝，宫保鸡丁，撇个丝儿，麻豆腐，撇个丝儿，麻豆腐，反正这都得下功夫，你知道吗？还下功夫呢？这得下功夫。报菜名，麻豆腐都上来了。我、啊、这是今年新款的啊，没听说过。得下功夫练，您就没好好练。说学逗唱，逗很主要啊。那是啊，说相声的不逗没意思，那就是没梗。俩人站这儿嘚不嘚嘚不嘚四十分钟，嗯，对口的《人民日报》那怎么听呢？对不起大伙儿，哎，唱、啊、唱什么呀？唱的是太平歌词，那、啊、这是我们本宫唱。那有人说了，唱歌、唱戏，嗯，唱小曲儿、上大鼓，嗯，这是学唱，哦，这属于学。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，对啊，上下就是来回叨叨，嗯，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开始唱这个，嗯，后来呢，唱着唱着出一水花，你知道吗？站在水花里边唱啊。您这行了，您这口吐莲花，哎哎，对，
对，有机会咱们来了这个啊，算了吧，啊，算了吧，我这跟他们不一样，我用铁棍打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罗锤是瓷实，行了，这我得自己来这个。还有这个学啊，都说学啊，怎么叫学？怎么叫学？学说话也是学，啊，学表演也是学，对，学方言也是学，各地方话，学唱也是学。哦，在这里边，我认为方言是比较重要的一门功课。哦，地方话，不会说地方话，嗯，不算一个完整的相声演员。哦，那也叫倒口啊。对啊，嗯嗯，你看咱们普通来说都讲普通话，对，但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语言。这叫什么呀？嗯，隔河不下雨，十里不通风。哦，方言不一样，各不一样。嗯，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普通话的前身是北京话。哦，北京话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迁，这还变不一样是吗？清朝末年，清朝的时候，走到街上，你听俩北京人说话，嗯，跟现在就有区别，是吗？那会儿来说，北京城八旗子弟居多。哦，提笼架鸟。出了茶馆，嗯，进澡堂的，一天到晚就这出，嗯，没别的事儿，哦，人见面也是，有的是充分的时间，废话说的相当的多，哦，聊出来全没用。街上胡同口啊，张三李四哥俩瞧见了，哦，这一聊天，嗯，干嘛去兄弟？哎，大哥，我这刚喝茶去了，哦，上哪儿喝去了？这不是门口那个太玉茶馆，上那儿喝去，嗯，别上那儿去呀，嗯，他这个黄铜壶烧的水呀，啊，没有紫铜壶烧的水好喝。哦，哪天上我们那儿去，嗯，我净跟这西北角那儿那家喝，哦，那成，哪天我上您那儿去，啊，您今儿这是干嘛去，啊，赶紧家走，我跟刘二爷约了下午瞧那蛐蛐去。要哪个刘二爷，嗯，就这大胡子刘二爷，你甭听他了，他说话没谱，嗯，这儿说话得上西直门听去，嗯，明儿您瞧蛐蛐上我那儿去，嗯，我那有几个沙河流新来的好葫芦，还有几个哥们，您讲咱这玩意儿地道，嗯，行嘞。哎，今儿中午上我们家去吧，嗯，你嫂子和面了，中午咱们烙肉饼吃。不行，我们家今儿西葫芦羊肉馅的锅贴好着呢，好西葫芦炫成丝儿，搁羊肉获得了一包，呵，这边吃那边拿剪子嚼耳朵，您都不知道，就这么香的，去不了了，家里忙着呢。这不嘛，下午你弟妹说了，想出去还买几块料子，买什么料子？嗨，就随便买点，做几件衣裳什么的。那这么着吧，明儿早上起来咱们茶馆见，我给您留地儿。那当然了，咱哥俩焦不离梦，梦不离焦，这不胡家将说的吗？什么胡家将？杨家将这么说的。呵，焦不离梦，梦不离焦。呵，你瞧，你说想起来了，是杨家将说的。焦不离梦，梦不离焦。明儿见你了，明儿见。净废话呢，哎，好吧，一句有用的都没有，一句有用的都使不上。哎，辛亥革命之后，嗯，满清王朝倒台了，有铁杆庄就没了，嗯，这些八旗贵胄们都得出去干活去了。是，还是这俩人胡同口再碰见，嗯，就简单多了。是吗？干嘛去？拉车。完了，嚯，干活挣钱吃饭了。没有这么些个时间了。哎，这北京话听得有意思吧？好玩啊。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很多方言土语听不到了。土语过去来说溜溜的，什么挠鸭子了，嗯，褶子了，姥姥，哎，这个，啊，很少能听得到了。嗯，哎，这是北京话。离着北京往东四十里地有个地名叫通州。有啊，通县呢。嗯嗯，通县说话跟这儿又不一样了啊，有口音了啊。你这离着四十里地，对对对，就改了。我有一朋友是那儿的，聊个天是吗？啊，他们管这个没过来，没过来，咱们都说没。于谦来了吗？嗯，没来，没来，没来。嗯，通州不这么说，他说什么？没来来，没来来。于谦呢？嗯，没来来。说我没来，那，啊，没来就吧，还得加来啊，没来来，没来来，多这么一个字儿，哎啊，哥哥不叫哥哥，叫哥哥。哦，我哥哥，我哥哥，叫哥哥啊。我们有一朋友是通州的，嗯，我家里哥几个呀，啊，我还有三个哥哥。哦，我问他，你爸爸是皇阿玛？什么呀？啊，皇阿玛像话吗？趁仨格格吗？啊，离开北京240里地到天津啊，天津说话跟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那口音就重了。好多朋友聊天，嗯，还说你个天津人说话爱说骂，爱骂，敢骂，你敢骂？那个骂，不是，这闹不清楚什么意思啊？一个口子边，嗯，一个麻花的麻字，念骂。对，在天津这个字有很多的解释，是吗？啊，俩人见面了，你干嘛去？我不干嘛。那怎么骂？干嘛呀？
什么呀？说什么呢？他们俩人是听懂了啊，外人一概闹不清楚。对了，啊，糊涂，什么干什么，打算怎么着，好了坏，都能拿这个骂字来代替啊。啊，天津街头俩人碰见，你听俩人说话热闹是吗？很幽默呀、啊。怎么说？干嘛去，大哥？那敢看戏去了是吗？好吗？呵，一大花脸啊，一三溜胡，大花脸拿俩嫩嫩锤，三溜胡拿白拉杆，俩人打剑一热闹啊，骂戏就是不知道骂戏，嗨。看明白，闹了半天没瞧清楚啊！这是天津、嗯、啊，到这个经常到安徽去做节目、哦、啊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发现安徽人说话有特点。安徽有几个字儿说不清楚，哪几个字？滋、鸡、吃、丝，闹不清楚。这四个字闹不清楚。那、哦、比如咱们这儿说，嗯，买一只老母鸡，嗯，老母鸡，到他们那儿叫老母子。老么子，嗯嗯，皮肤的皮，皮叫呲，我呲啊，费多大劲儿啊，够狠的，有假牙都得脆出去是吧？好嘛，行了，呲那么着事儿啊，呲洗脸，洗脸叫死脸，死脸脸啊！我上安徽去住一朋友家里边，嗯，早上起来喊我洗脸，嗯，大哥，死吧。死了！哎，你先来，你先死。开始啊，坐下。死。合肥有一个绕口令有意思。哦。从肥东到肥西。嗯。这是两个地名。哦。合肥的东边，合肥的西边，俩地方。肥东，哎，从肥东到肥西，嗯，买了一只老母鸡。哦。搁到河里洗一洗，一洗净是皮，花了1.44元。哦。这是咱们说，用合肥话一说，你听不懂。怎么说呢？从肥东到肥西，买了一只老母鸡，搁到河里洗一洗，嘎死，花了1.44元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外语这是啊，听不懂，闹不清楚。嗯，不过这个安徽方言还是属于北方语系的，是吗？北方语系。哦，包括这个河南方言，我认为有意思。河南，河南方言多有意思，是吗？干啥去你啊？那干啥去？啊，那美国总统布什啊，就说这个嘛啊，干啥去？布什说河南话，还请一河南家教，你知道吗？嗨，教这普通话不老地道的，这家教不怎么样啊。我上河南演出去，嗯、早上起来看着。卖那胡辣汤的，哦，一边吆喝一边卖，听着河南话，这个甜呢，有意思。胡辣汤，北方北京没有，对，河南当地喝这个多，地方小吃，什么海带丝儿啊，嗯，豆皮儿啊，对，什么这个乱七八糟一大锅，海带什么都有，煮的挺好，嗯，拿个勺跟这儿，哎，胡辣汤，胡辣汤，哎，有香油辣胡辣汤，怎么了？挑出一只袜子来了啊？锅里啊？长筒丝袜哟，胡辣汤，胡辣汤，那这海带也不茄就猪，你看，嗨，是海带吗？那个脑子快呀 啊， 起个飞智啊，都搁这儿了，这一锅都卖出去了。要说好听，我认为山东方言非常有意思。哦，山东话啊，山东不同地区呀、啊嗯，不同的方言。哦，咱们有一段相声叫山东话，哎，学的就是山东胶东人聊天，是是是，两人街上说话跟打架似的，还那么哏，他那话硬。对对对，不过山东方言有软的地方，哪儿啊？比如说山东济南。哦，那首府啊，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啊。对对，两个人说话听着很幽默、啊、非常有意思，是吗？今天这样，嗯，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儿学一回山东济南人说话，好不好？这个咱们干嘛还俩人学？这一个人学表达不出来，非得俩人来。哦，那这么说是有情节。还有一个小故事。哦，咱们两个人岁数差不了多少。是，哎，按照年龄来说呢，你大我一岁，我长一岁。哎，我呢是你的父亲。对，哈，哎，所以说呀，不是，行了，别说了啊。什么呀？您这是怎么了？我长您一岁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还您是我父亲？这很神奇啊，这个，是吧？我听着也是很神奇的，那你慢慢琢磨，怎么琢磨呀？你偷着美去吧，你啊！我美什么呀？我这多可乐，这个啊！什么呀？不，你情节故事需要是这么安排的，怎么就这么安排了呢？咱们两家人是济南的两大富户，啊，都有钱。我们家非常有钱，嗯，你们家也有钱，但比我们要差一块。哦，两家还是邻居街坊，两个孩子一边大、嗯、你父亲为了攀高枝跟我们家把关系拉近，让你管我叫干爹。
哦，干爹，干爹，他不是亲的啊。这回你心里踏实了吧？是吧？这也没什么踏实的，这就宣愤了，这就知道吗？行了，就是这么一种关系。嗯嗯。后来呢，都长大成人了。嗯。我到北京做生意。哦。你呢？结婚之后也到北京做生意。嗯。但是由于你自己本身不太检点。哦。吃喝嫖赌抽，沦落街头。嗯。无意中，咱们两个人遇见了。我已经是一大老板了。哦，你富有了，发财了。啊。看见你跟街上衣衫褴褛，沿街乞讨要饭了。因为这种关系，我是他的父亲。大家知道是吧？所以我别说这父亲了，知道吗？嗯、啊，我受不得啊！我这个人最看不了这个、嗯，我就决定周济你。两人话来话往，这么一聊天，大伙一听跟说相声似的啊，那么有意思，有太好玩了。哎，行行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咱们这就开始了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你这样儿也不像啊！我啊，你这又白又胖的，你这那根本也不像一个要饭的呀。那您看，你把这个扣解开点，这扣，哎，这解开，解开，这扣解开，这哎。啊，简简单单的，你需要哎，啊，服装上咱们，哎，你看，好，这系上一下，这样稍微就好多了，啊啊啊，好，哎，对，把这个解开吧，啊，哎。这个好比说就是衣衫褴褛哦，就这样了，作比成样、是吧？好，好，可以，还是不太像啊，这个太整齐了，我看看，哎，你们谁戴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大褂什么的，有没有小一点的啊？您这小太小也穿不进去，就是简简单单的啊，您这还简简单单的呢，看看，哎，我觉得这种料子比较适合你，是吗？称得上是料子呀！啊啊！我觉得这个料子比较合适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伸袖伸袖，还有袖啊？哪有袖啊？来，好，这好，这个还不在贵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有这么一个，当时就见形啊！哎，还挺款式哈，还款式呢。这是特意给你裁的，你看了吗？没听说过。这还有一点小的装饰品饰物啊，还有饰物，一点饰得有一点，没有哪行天也冷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说实在的啊，这就讲究多了，你看了？你们孩子那戒了吧？这是不许瞎说啊！这是给狗铺地上那个。嗨、还不如戒着呢！你哎呀，那哪学嘛来的？这都是你这个脸也不像啊！你这个很精神，这满面黄光的，你看黄光还精神。我给你有一点小小的装饰啊，小小装饰。这个化妆来说呢，这是很主要的，艺术形象塑造的一个化妆离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、这是很主要的啊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管他什么玩意儿？玩意儿呗，这是啊。你把这头套摘了，把这头套摘了。我这是头套啊，我这是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原来那儿的头发。我说买头套买这么稀的啊？嗨，头发掉了。这个要饭也不能这么整齐的小分头啊，是吧？那怎么办？这是很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不想这样啊！说实在的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您不想这样，您带着这东西来。哎，你说这谁放这儿的这东西？很神奇，这东西啊。于老师，于老师来，咱们试一下这个造型啊。让大伙儿看看，来来来。这打扮出什么模样？我也没看见这自己。这有点那个武状元苏乞儿落魄的那意思是吧？要了饭了吗？这个我也得稍微化化妆啊。您是不是、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呐。哦。这个也没有什么。这不像这玩意儿，有个帽子吧？啊啊，这当我那礼帽是吧？啊，当礼帽。好了。用得了这么些吗？我那围巾啊，这是围巾。你看过上海滩吗？看过啊。这许文强啊，而且我这好在就是长了呀，他能随时去一块儿。对，您说这许文强啊，许文强啊，我看着像马桶成精了，谁告诉你？好不好？哎，行行，好吧，这样吧啊，我这是大烟袋啊，啊啊，这是大烟袋，你拿这个，我拿这个，这你要饭抱着砂锅啊，哎，对对对，这到我这都这么破呀、啊、你。
烟袋啊，烟袋。我打这边大街上走过来啊。你从那边地沟里爬出来了啊。我去这地方啊。你跟街上，你正工作呢，正工作呢。我上地沟里工作呢。你捡吃的，捡吃的，这就来了，这就来了。好好好，这边啊。那事儿那的，你说。呀，这不是个狗吗？谁是狗啊？不是，你看谁是狗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你这爷爷不是个狗？谁是狗啊？我这词儿就是这词儿啊！你学名叫狗啊？学名叫狗啊？大户人家学名叫狗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小名呢？小名叫狗子。嗨，就甭小名了，咱就叫他。我喊你答应啊！答应，我喊你，你得答应，你得喊我。哎，你不说干爹吗？你得说出来啊，要不大伙儿不知道这关系，知道吗？知道还得叫啊！你看，你要嫌麻烦，我还得重教你，要不？啊，别啊！好眼见，刘眼晃。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不要那个。呀，这不是个狗吗？哎，你不是干爹吗？哎。咱答应多痛快，你看了？是你痛快，我可别扭了呢。孩儿啊，你怎么要了饭了？啊，对呀。哎呀，怪可怜的。是啊。好几天没吃饭了吧？啊，都老没吃了。我可看不了你这样的。怎么办呀？我心里不是滋味啊。那您看，我不能看着你受罪啊。怎么办呢？我把眼闭上吧。哎，闭上啊，睁开吧。我问你，看不惯你闭眼呢？我得管你啊。你得管我呀。孩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可怜呢？你看怎么了？多少年没回家了？我十年了。十年。不回家了，对家里事儿你都知道不？说嘛事了？你也不知道啊？这不是跟我说呀？了不起了？怎么了？那一年家里出事了，说嘛事了？闹了天去了。哦，呦，那个雨啊，那个雷呀、啊，咕隆隆，咕隆隆，咔嚓一个雷呀、啊，干嘛？全村里劈死20多个老头了。我劈死老头了，20多个老头啊？怎么回事呢？那都是坏老头啊？说嘛事了？那都是跟儿媳妇不干净的老头啊？嗯，那全给劈死了。先生啊。我爸爸没事吧？放心，你爸爸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啊，人好啊！把你爷爷撇死了。哎，行了，回来吧。这个大伙儿都说了。还说呢？说顶了个顶，顶了个顶。啊，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雨下一窝狼。啊，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，劈死了老头儿臭流氓。哎嗨，行啊，你别说了，那个俺爸怎么样了？你爹呀，啊，好着呢，好吗？你爹可了不起啊，好吗？天天吃的饱饱的，啊，没事他就练着打圈啊，好嘞，吃饱了喝足了出去，他都不是为了强身健体啊，那为嘛呢？啊，为了耍流氓，还这个呀？吃饱了喝足了上村口大树后边一站，嗯，打那边来个女的，你爸爸往外边一蹦，此山是我开，此处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啊，是把那个女的吓坏了，吓着了，一下子把刀都抻出来了，抻到了，是个练武术的，啊，好嘛，追着你爸爸满村的跑啊，摁住了，打嘴巴子，那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，好家伙，打的你爸爸跟个王八蛋似的，哎呀，这也挺打呀，你就不用往前说了，打的你爸往前跑，一下子掉到粪坑里边都淹死了，掉粪坑里了，张着嘴下去的，哎呀。全村人都说这是个好事啊，好事呢，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就是大伙都说的啊，讲了个顶，讲了个顶，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雨下一窝狼，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，淹死了老头臭流氓，讲了个顶，不你别说了，嗯，那个俺媳妇怎么样了？你媳妇啊，络腮胡子那个，哎，你媳妇络腮胡子，不是你哪个是你哪个？怎么我娶了媳妇走的呀？哦，娶了媳妇走的，对呀，全靠你媳妇了。是啊，你爹也死了，你爷爷死了，嗯，那么大的家宅谁管着呀？对呀，全是你媳妇管着，哎，开了客店。见了，哦，十里八村的这些个流氓光棍都上你们家来了。是啊，大伙说来，点了个点，点了个点，这就甭点了啊！我们家改妓院了，是怎么的？点了个点，点了个点啊！什么点了个点？好啊，好啊。那我呢？你有了办了你？那我怎么办呢？你想好不想好啊？想好你得周济我呀！干哪一行你都得往心里去啊！对呀，啊，要饭也能挣钱呀，啊？怎么挣钱啊？你这样不行啊！你给我出个主意。有几句词儿你把它学会了不？有词儿呢。你得这样说呀。怎么说呀？好可怜，我要了饭，怀里头抱着黄瓦罐，连三天我是没吃饭，饿得我这个紧当银行银纸的转，你有那老太太吃不了的烧饼干，小孩子都落着包子馅，珍珠玛瑙翡翠串，来这么十几串，身上冷不着打针儿，你有
几件，我这不是在摇饭，饿病少的直出汗，照这样说有三天了，发财了，打死你了，骗你的吧。